第八場賽事三班千八鬥得相當精彩啊！大魔蔡若翰，睇下呢場點會點啦，分唔分到高低啊？閘就入曬啦，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大鵝當是勝二啦，咁啊龍泉啊中間啦，赤火神龍亦都走埋上去，內欄做嘅只輕二啊，響入邊咧仲有扎西德能啊，再後啲嘅馬啦，咁啊馬林中間啊雙白旗啦，內欄藍衫黃袖龍戰士啦，大約響個尾四嘅位置係冰貴神速啊，尾三咧就旅遊首席嚟喎，尾二好計啊，咁啊縮住嚟跑嗰只就好利運來暫時墊後啊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啦，咁啊前面帶頭嘅馬係赤火神龍啊，活力名驅緊隨。其後啊，再見到外邊三達望空第三位，仲有是勝二內欄第四咧，就輕二啊。中間第五位咧，咁啊黃紅衫白帽第五位扎西德勒啊，內欄仲有龍戰士啦，出邊啊龍船啦，咁啊中間夾住仲有雙白旗，咁啊後邊四匹馬，冰貴神速、紅衫、尾三係旅遊首席啊，尾二係好計，暫時包尾係嗰只好利運來嚟嘅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咯，前面仲係赤火神龍啊、鐵蘭帶，跟住第二位咧就活力名驅啊，咁啊外邊咧是勝二一路俾人頂啊，內欄第四位仲係輕二，中間夾住第五位咧就扎西德勒啊，在馬林中間啊，咁啊有呢只雙白旗啦，出邊啊龍船啦，內欄龍戰士啦，後邊四隻好計，尾三咧就係嗰只冰貴神速啊，尾二旅遊首席包尾嗰只咧都仲係好利運來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咧仲係赤火神龍帶住活力名驅，咁啊第三位內欄就輕二啊，再見到中間扎西德勒啊攞出去安全啲噶啦，後啲嘅馬仲有外邊是勝二，最出龍船同埋好計啊，哇最出仲有隻好利運來都衝緊啊，鬥到嚟最後直路，前面活力名驅透出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咧。就扎西德勒追緊佢，咁啊再見到響入邊上緊嚟噶嘛，仲有雙白旗出邊追緊咧，就係呢只好利運來好犀利，呢幾步接近終點啦，好利運來大外檔，中間仲有呢只扎西德勒埋邊係雙白旗，睇嚟蔡若翰75場都有望噶喎，有機會過翻大魔啊，大魔就74場，睇下二號好利運來係咪喺外邊冚過曬啦，埋邊6號雙白旗。第三名嘅馬咧，有呢只活力名驅同埋扎西德勒需要影相，要好利運來啊！莫雷拉咁啊，我哋拍埋贏5場啊，犀利啊！後上過曬，跑第二名咧就係6號嘅雙白旗喎，國能啊，第三名咁啊，好近啦，咁啊見到活力名驅扎西德勒咧影相爭第三啫，哇！早段都係咁捽，係咁捽，以為只馬喂唔好掂喎，哇！兜出外檔，真係勁啊！呢只好利運來，好犀利啊！佢似咗贏少少，啱啱就嗰下係啦。睇翻張相，第三名啊，係啊，都好近啊。結果扎西德勒、潘頓咧，繼續都上名啊。啱啱合到落去。蔡一翰真係夠忙先出㗎啦，呢只黃牌嚟啊。嗯。你一拳我一腳啊！贏翻呢一場會唔會轉一轉運咧？咁有時好難講話，啱唔啱？尾場仲有噶，咁啊大家都有馬出賽。尾場就池耀峰、新力寶啊，咁啊大魔同埋蔡若翰嘅陣型。好啦，睇翻第八場嘅巡邏影片啊，起步咁啊，七八九檔咧都唔快嘅喎，雙白旗啦、活力名驅同埋好利運來啦，咁啊嗰只活力名驅咧後尾都上翻嚟帶嘅，咁啊但係都帶得唔慢噶，咁啊前邊位置赤火神龍同佢一齊走啦，就內側位置就輕二啦，但係我當就是勝二嘅，咁啊中檔見到潘頓已經壓咗個好位就是、澤西德勒啦，貼欄位置黃袖藍色衫咧就是、龍戰士，咁啊一路走三搭就龍船啦，後邊內側就雙白旗嘅。咁啊，尾四位置就係冰貴神速，尾三快都唔快啊！旅遊首席啊，咁啊，來尾二位置就好計，包尾就好利運來。咁啊，依場步速咧就段段都比標準快啲啲，又唔係話快好多，咁但係夾埋都有接近大半秒啦。咁啊，頭馬都真係幾得人驚，好利運來啊！由出閘啊，一路執啊，執到依家咧先叫做上翻啲口。咁啊，早段好似食咗幾啖豬油咁。咁啊，依度咧都零零舍舍包尾一隻嘅，都唔係話十分好上口嘅。去到對面直路又要騎啦，咁加埋掟埋去大彎，啊點知掟到出大檔咧，騎下衝下咧，咁佢又先攤著嘅，咁啊都贏得啲驚險啊！咁啊前邊潘俊都跑得啱啊，攝個靚位，
麥達拉斯唔知係咪跟前咗啦，翻嚟騎落去咧就反而冇上次出得咁勁，試勝一試唔到啦，原來俾人頂起三隻，梗係難噶啦。咁啊入邊輕易啦，黃金包雙位，麥達翻嚟又唔係好多。啊，落山走咧就隻好計啦，不過又唔係好追勢啊。莫莫雷拉要掟出大檔。中間最得勁咧就係只雙白旗，胡利明區繼續捱啦，都加咗分啦，咁啊冇上次咁大威脅。分段時間頭段13:48，第二段22:59，第三段24:51，第四段24:38，末段24:04。賽事時間1分49秒整。